夏天很多时候会穿短裤背心，为了好看，很多人会去脱毛。但好看之外，脱毛对身体究竟有什么好处？脱完毛之后，皮肤会变暗沉，出现好像鸡皮的粒粒，究竟又是为什么？各地的人又有什么关于毛发的独特小习惯？今集 ChatED 跟你讲下困扰我们的毛发。你平时会怎样止汗减丑？荷里活影星金美伦戴雅斯就打死都不会用止汗剂，因为她觉得用了反而会留住臭味在脚底，要除臭她会选择脱毛，等臭味没办法积聚。异味的罪魁祸首可以说是大汗腺、顶张汗腺，她的分泌口在毛囊入面，这类汗腺会存在在脚底和腹股沟，即是腹部三角位、私密部位一带，产生的汗液一旦接触到皮肤上的细菌，就会出现异味。脱毛的好处在于汗水在产生异味之前，在没毛的皮肤上面可以更快速蒸发，从而保持身体没有臭味。脱毛方式五花八门，很多人都是由门槛最低的剃毛或者蚊毛方式开始，但是很多时候都会经历过用剃刀整损皮肤，皮肤有损伤就会很容易受细菌感染，而且效果只能够维持很短时间，三到四日就要剃一次。所谓时间成本都是成本，有人会用蜜蜡或者用钳直接蚊出毛发，这样做可以维持到一个月，但是蚊的过程不单止超痛，皮肤亦很可能会出现鸡皮粒粒，因为在毛囊被拔出的过程中，皮肤底层在极短时间被上推到表层，毛孔附近的皮肤角质会迅速累积，造成毛孔粗大，还会令红血球聚在伤口，皮肤会发红，久而久之会越来越黑。更重要的是，剃毛和蚊毛很可能会造成毛发倒生，因为死皮会阻塞毛囊，迫使毛发在皮肤下向侧面成长，而不是正常向上向外生长。如果将自然卷的毛发剃得太短，毛发的尖端有时会刺穿皮肤，引致毛发向内生长，轻则会令人痕痒不舒服，出现一粒粒类似粉刺的疮仔，重则可能会造成粉瘤咁大的大疮。想 DIY 脱毛又不想生疮，可以点选？咁就一定要保持用具清洁，剃毛之前亦要先做好去角质，同埋最好要用温水软化毛孔，而且要顺一个方向除毛。脱毛之后亦要为皮肤做好保湿。去到近十几年兴起激光脱毛，呢一种脱毛方法利用光学原理，使用特定波长的激光光速射入毛发，当光速被毛发入面的黑色素吸收之后，热能会传递到毛囊组织，直到毛囊根部毛球被破坏，阻止毛发再生。不过激光脱毛只会对处于生长期的毛发有效，所以需要接受多次激光脱毛照射，先可以脱走不同生长期的毛发，达到持久的脱毛效果。至于再新兴啲嘅采光脱毛咧，原理同激光脱毛一样，不过采光嘅波长范围比较广，仪器配唔同嘅过滤器就会得到唔同嘅波长范围嘅光速，适合唔同部位同肤色嘅脱毛需要。你以为现代人注重外观，唔想臭亲人先中意脱毛？错，早喺公元3000多年前嘅古埃及，早就已经相继出现唔同嘅除毛方式，佢哋会用树胶、猪油、煮熟的鸟骨、盐等等混合物，制成类似依家的懒蜡，还有剃刀和拔毛钳。相传他们会用毛发来做仪式祭祀奉献，也有讲法是纯粹当时的女性讨厌身上有毛发。而在阿拉伯世界都有一个基于宗教的脱毛习惯，在伊斯兰教规定之下，无论男女的腋毛和阴毛都不可以留超过40日。宗教原因之外，研究显示现代有些穆斯林的妇女亦会因为舒适感觉和防止异味而会定期修剪阴毛，而有些女性确实天生比较多毛，或者去到某个年纪，身体不同部位会生出很长、很深色和很粗的毛发。好像最近有个印度女高材生在北方邦一级考试击败500名考生攞第一，但是引来关注的竟然是她面上面类似胡须的面毛。影片一出之后，很多人都怀疑她是荷尔蒙出问题。
不過如果咧體毛有突然之間增多啦，而且分布嘅位置咧上唇啦，或者下腹部啊，或者背脊啊，或者一啲胸部嘅位置嘅時候咧，咁咧我哋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可能係同我哋一啲婦科或者一啲內分泌嘅病有關啦。咁最常見嘅一種會令我哋嘅體毛增加嘅一啲病咧就係叫做多囊卵巢綜合症啦。多囊卵巢綜合症咧，佢最典型嘅症狀咧就係體毛增加啦，都係有男性化嘅趨向嘅。正常女仔佢呢啲位係唔會生毛，即係男仔先會有鬚啊，呢度有毛啊，或者個胸啊有毛啊。如果多囊卵巢嘅話，佢就因為有啲雄性嘅荷爾蒙劑嚟咗之後，咁就會有一啲生毛嘅情況，會生喺一啲胸部啊、腹部啊嗰啲位置啦，仲會伴隨一啲咧月經周期嘅唔規律啦，同埋會伴隨一啲會肥胖啊或者生暗瘡等等嘅症狀嘅。通常咧都會有藥物嘅影響嘅，自身上面咧就關乎我哋飲食嘅，食多咗一啲生冷啊、辣嘢啊嗰啲嘢咧，即係令到我哋嗰個體質可能有痰濕啊，或者脾胃虛弱啊，會引致呢個情況。有啲就係因為佢父母都係咁多毛嘅，即係佢一出世咧就係較多毛啲咧。咁呢啲係正常遺傳嘅情況啦，咁呢啲就唔係一啲病理性嘅情況，就唔需要咁擔心。如果係突然轉多嘅話咧，就要注意一下啦。Jesus, honey, wax much? 其實私密處毛髮過剩對女性嚟講都唔係咩好事，長期焗住陰道分泌物汗液難以蒸發，增加下體温度同濕度，呢個環境下病菌就最易滋生，容易出現下體感染或者發出異味，嚟月經嘅時候更加容易出現濕濕立立嘅情況。減少私密處毛髮可能係一個解決問題嘅好方法。想接受專業脫毛，但又唔想喺陌生人面前露出私密部位嘅話，就可以揀自己擁有一部專業脫毛機，由韓國國民女神全智賢代言過嘅 Ulite Air Free 藍寶石冰點毛痛脫毛儀，採用 IPL 脫毛技術，精准地利用不同波长定位皮肤特定区域，并调配合适的脉冲光射入毛囊。独有蓝宝石冰点头设计，可以做到无痛脱毛，令人更加容易坚持脱落去。入面有三种模式可以揀，针对不同部位精准脱毛。怕私密处毛发太多，唔卫生惹异味，而家只需要安坐家中，用 Airfree 就可以除得一干二净，连手毛、脚毛、西刀、手指毛、面上汗毛都可以轻松去除。连闪模式光输出速度高达 0.7 秒，一分钟就可以完成单边手臂脱毛，12分钟做到全身脱毛，悭到钱仲可以悭埋去美容院嘅时间。美容院脱一个部位嘅价钱，就可以买到一部做到全身脱毛嘅脱毛儀啦。好多人都会担心脱毛过程会超痛，而 Ulite 呢个升级脱毛儀使用蓝宝石冰点头，冰感延长至30分钟，长效冰凉感觉，令用家可以无痛脱毛。比起市面上好多脱毛儀所用嘅粒面灯头， Ulite 用嘅系平面灯头，脱毛效果更好，只需要持续用三星期就可以见到明显嘅效果。脱毛过程循序渐进，针对到任何生长期嘅毛发，每次使用之后，毛发会越生越慢，而且会越嚟越幼，直到最后毛囊唔再长出毛发。虽然机仔细细，只有271 gram， 但经得起 SGS、FDA、CE 等多项安全认证。而家购买产品用专属优惠码Ulite 曲就可以平800蚊 ，Ulite Airfree 到手价只需要2199港币，仲有买一送五优惠，得到价值800蚊嘅赠品。记住一定要使用我嘅专属 link 先至有优惠噶，亦都可以加200蚊换购消毒仪器，就唔怕病菌留喺器具造成皮肤感染，亦都方便同屋企人共用添。最后一提，脱毛仪嘅卫生真系好重要。始终家用产品嘅卫生自己可以控制，较一般第三者服务更可靠。